姐一会儿这边就到集装了啊，然后吃了饭了，然后去那坐吧，等会儿等会儿走。走，行李也托运来。对。再改道不改弯就不行。对。在这等会儿。你过门给你回家，你想吃啥？你回家算吃啥？我想吃面面，我想吃肉。你呢？我也想吃面片儿。你知道我最想吃啥？我最想吃俩大馒头。我出来半个月一个馒头没吃。我就想吃碗面片儿，就是又汤又面那种。对对对对，还有肥肉片儿。我回家就是干馒头就那个老干妈，我先吃一个，绝对香。干馒头比大骨丢大骨累。啊！一说馒头丢了干嘛？我想起来拉片了。馒头丢拉片。除了一口馒头没吃呢，我先吃一个。香是吧？啊！吃馒头绝对香。对啊。换个公主吃。你说出来这么长，你说出来这么长时间。就是我就不爱吃面条，也就这么想念面条了。嗯，我面条还行，那天我就是想吃馒头，别的都没事。嗯，就吃馒头。哎，咱俩第一件事回家都不一样。应该不要问第一件事回去想吃啥，第一件事回去先看会了。那事儿，对，我就是想吃那个大馒头了。我看你们吃火腿肠挺香的，我其实火腿肠还不爱吃，就爱吃个大馒头。你说这时候这有卖馒头，我买俩。下次出来整饼，抽掉针筒，你带着。对，下次要是再出来了，我背着馒头出来。我弄个袋儿，抽针筒，我背着。那飞机上让带馒头吗？让。带着馒头。真热，你说喝吧。你不来，我去。那咱烧一点。咱们叠一杯的，我这背也背的。现在准备登机啊，马上要上飞机了。上海的天气非常好啊，晴空万里，马上起飞。上海，我们走了。